不同同桌睡觉时的反应，和好学生一桌。哎呀，老师让你上去擦黑板去，快去快去！老师，你起来点。和笑话一桌。大家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放的，我放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大家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哦，我吃坏东西了，坏肚子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和笑话一桌。当最后一排学生成为老师，来，大伙把手里活都放下吧，给你们介绍个新同事，还得有不少老师都认识呢。李老师，老王，这回咱俩是同事，我不怕你啊。哎，王老师，这人是谁呀？这是当年学生里最淘的那个呀。啊？行了行了，别嘚瑟了，去上面坐着去。谢谢老刘。哎，整个办公室里就你最年轻，有对象吗？我有没有对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学校好不好？晚上一起吃饭吗？不吃。哎，你们接着唠啊，这不还有两分钟上课呢，快唠快快快快快快唠快唠。那再说会儿，还可以这样啊。哎，这回上课到我说了，那啥，我是咱新来班主任，不用叫老师啊，叫哥就行。我没别的要求，你们只要成绩好，剩下的事我摆平，好吧？好，老师。哎，主任，你妈学生在厕所没干好事。我这孩子太过分了，你放心，你交给我，我必须找个家长，我必须严惩他。你快去忙去，交给我，交给你处理了。老师，我错了，别找我家长。哎呀，行了，整那哭鸡那出，我不找你家长。啊？但是期末这成绩能不能提高50分啊？那肯定能。回去吧，去吧。啊？回去吧。你说这点屁事找家长有啥用啊？找家长你们就能不整了吗？我跟你们所有有这个特殊癖好的人说一下啊，别老在厕所整，那多不安全呢。咱学校西南角有个小坑，我上学的时候挖的，你们上那儿安全。这别的事儿我都摆平了，成绩你们能不能摆平啊？没问题。上课。Oh my god！ 当最后一排学生成为老师。哎。这节不体育吗？快出去啊！哎，体育老师说他有事儿。他有事儿？他有个屁事儿啊！等着我找去。不是你不跟我班学生上课，你搁干啥呀？我请假了。你请啥假？你有啥事儿比给学生上课重要啊？在家里介绍个相亲对象，我去相亲去。再说，学校别的班都不上体育课了，咋就你班上呢？别的班是别的班，我们班是我们班，都搁这等着一节体育课，你赶紧上去。你别去。你这么，我明天给你补一节是吧？三节。行行行行，我着急。哎呀，这体育老师是真有事儿啊。但没事啊，他答应我了，这周给咱补三节。啊？那有啥用啊？今天体育课也上不了。谁说今天这节上不上了？数学我都能教，体育教不了。哇，太酷了！大一，你那球打太臭了。哎，你俩把手给我擦开，太不拿我当老师了吧？哎，你主任，谁让你们班上体育课的？我让的。于老师呢？
请假？请假你就私自在学校出来上体育课，等着处理吧。哎，主任，你打算咋处理我？明天教职工大会，全校点名批评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行，批评吧。额外扣你2天工资。哎，你别扣我工资，主任，你批评我行？你哎，主任，主任。当最后一排学生成为老师，你不老张罗啥时候能不上课吗？我给你们个机会啊，我自己出了一套卷，我不管你们是自己研究也好还是问谁也好，只要有人能把这套习题上所有的题型弄明白做对了，这个月我的课你们都可以出去玩啊。真假的？很好啊，齐健是咱班第一个这个月不用上网的课出去玩的人，去玩去吧。几点了，儿子还学习呢？没事，我再学会儿。我今天必须把这几个知识点整明白了。妈呀，现在都会自主学习了，别学太晚啊！行，挺好，去玩去。瞅你们熊样。主任，来啊，林老师。主任，这是我们月考成绩单。啊，这成绩不错，这属于年级中上等了。哎，主任，我得跟你反映个事儿。那九班新来的哈老师，那总私自放孩子们出去玩去，那给我们班孩子整的心都活了。那这事您可得好好管管。还有这事儿呢？那可不，主任，这事您得严肃处理呀。忙啥呢，刘哥？我班成绩单。嗯。听说你最近总放学生出去玩去啊？啊，有这事？这哈老师他们班的成绩比你班平均分多了30分啊！这让学生出去放松放松，我看也没啥毛病吧？是是是，主任您说的是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。这学校多少双眼睛盯着，你能不能收敛点？走了，跟你上学说那德行。当最后一排学生成为老师。早上好，处对象了？嗯，老师你说什么呢？我从你的眼神当中我就能看出来，是不是处对象了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说不进不去这边，我告诉家长。老罗，站那儿。干啥去了？干完事了吧？啊，没有，上厕所。没有吗？好了，学校门一上午整4回，过分了吧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啊，上午一次，下午一次，但凡是多一次，不是，我以 A 选项是有问题的，对吗？来，把你嘴里那玩意儿给我吐出来，来。嗯，我上嘴里啥也没有，上牙膛上粘着呢，别让我抠啊，自己抠，快点。来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啊。手机拿过来，来，手机。老师，我没拿手机，没拿吗？你有病。